我叫张一剑，来自地球，穿越后意外救下天眼宗的老宗主，被封为天眼宗第六封封主。身为穿越者，我有一个每天都能抽奖的技能，每次都会奖励一些功法、丹药。然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卵用，只能拿来擦屁股或者当柴火。谁让我天生没有灵根，无法修炼呢？啊，没有修为在这修仙界，真是寸步难行啊！喂，废物在吗？天眼宗的收徒仪式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你了。你这废物啊，还不快点！要不是老宗主，你这没灵根没修为的废物啊，也配当峰主？收徒大会，这些年每次收徒都借机羞辱我，怕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番。恭喜宿主激活系统第二功能，收徒修为返还，收女性为徒，徒弟所修炼出的修为会以加倍的形式返还给宿主。我操，这是我的系统彻底被激活了。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丢人现眼，今年又有好戏看喽。确实会格外有趣。老宗主已经仙逝，你说那小子还敢来收徒大会吗？他要是敢来，这次定将他赶出天眼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想到这显眼包还真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哼，待会儿就让他好好丢丢脸。好了，时辰已到，天眼宗收徒仪式正式开始。把手放在测试灵根姿势的法器上，红、黄、蓝三色就可以拜师，要是白色，哼哼，就滚回山谷里种地。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明白。很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我的是黄色，太好了。我的是红色，不用被淘汰了。通过法器检测的弟子分别站到几位峰主身后，每位峰主只收九人，名额有限。我要去前峰主那里，都别跟我抢。我要拜孙峰主为师。我先来，别抢，我先。果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选，真给老祖丢脸。沙峰主，我可以拜你为师吗？啊，你确定拜我为师？那我不习惯和很多人在一起。哎，这可没关系啊，为师只愿意收精英弟子。啊，来吧来吧，叫声师父。那师父。好好好啊，好徒儿。恭喜师父修复成功，奖励连级手和天眼身，功法自动修炼成功。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？我要把这些年承受的羞辱都还回去。小姑娘，你可知道他是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拜他为师岂不是糟践自己？不如跟我走吧，在我那偏殿扫地都比跟着他强。你说谁是废物？怎么，一个废物还不让人说？以前是老祖护你，让你留在第六峰，现在老祖仙逝，你也差不多该滚蛋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又如何？废物废物废物，你就是个该滚出天眼宗的废物。棘手啊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找死。
那却可是宋峰主的成名绝技啊！是啊，这个废物是怎么懂的情况？那小子刚才做了什么？竟然没有看清楚！宋强，今日你我新账旧账一起算，八丈，报平日辱我妻我之仇，八丈，报抢我徒弟之仇，还有这最后一掌。 自送你下地狱反省！雷祖，这个人不像传说中那样没有修为啊，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吧？嗯，这样做成肉尸才会更有趣呀！啊，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天哪，他一直在隐藏实力！张继剑，胆敢杀害第二龙峰主，该。 这是宗主的轰天雷罚，确实是宗主的雷罚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什么？仅仅是惩戒灵魂的雷罚，怎么会伤及性命？哎，宗主，你不分青红皂白轰我，太过分了吧！你竟然躲开了。 今天宗主这样罚我，晚了半年才有精神下地呀、啊。那是怎么躲过去的？幸亏我有系统送了无影身加持，不然就惨了。堂堂天眼宗的峰主，残害同僚，我看你是根本没把我这个新宗主放在眼里。宗主，我只是正当防卫，何错之有？刚才确实是宋峰主先动手的。听说宋峰主是宗主的小舅子。 宗主很是偏袒的。哎，宗主，他也没受什么伤，您就当同门切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嘛。张峰主，后面我不会再看情分庇护，望你好自为之。收徒仪式结束，各峰主带领弟子好生修炼。是。传闻中，张峰主不是个废物吗？他会合这么厉害？徒儿，仪式结束了，跟我回第六峰吧。啊，是师父。 吉荣，我们的目标是雷曼，突然就走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你这个师傅身上无半点被雅气息，多半是用了什么秘法强行提升的修为。我法器众多，随便丢一件小小的法器就能压死他。啊！怎么了，雷族？这屋子里有好强的法器威压，我们压得喘不过气了。法器？ 哎，来啊！那边多冷啊，快来给为师加加火。好的，师傅。来，多烧点这个，暖身子。哇，这是神级功法，师傅，这可是神级功法，你就这样烧了？它不值钱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你看那边。啊！神级功法竟然被师傅当做垃圾堆法。 恐怖如斯啊！喜欢就拿几本去练好了，反正烧掉也是烧掉。真的吗？多谢师傅。我去，这是神级功法，难怪我刚进门就感受到了威压，这简直是宝藏之地呀！我只看了一眼功法，就有肉流涌入身体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徒儿，你没事吧？ 师傅，我突破了，宿主徒弟突破成功，修为反馈中，修为触发百倍反馈，恭喜宿主成功突破至结丹初期。我靠，结丹境初期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你修为刚突破，还根基不稳，到山下的玄林里历练一下去。是，师傅，啊，这可是神级宝剑，师傅您。 就给我了，当然，这点东西我还看不上。我一个徒弟就能让我连续升级，看来得多物色几个好徒儿啦。宋长老说，只要我杀了第六峰的张义界，便能让我当第六峰峰主，就是这里了。
宋长老说张一剑是秘法提升的修为，现在肯定虚弱的要死。张一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第六红封印就是我的了。大、啊，怎么回事？这小破风为什么会有神术？大、啊，外面什么动静？这还没过年呢，怎么有杀猪声？我就错了，求树仙大人放过我！哎呦！喂，你没事吧？你谁啊？来了我的山峰，问我是谁？你在搞笑吗？我的山峰，你就是张一剑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张一剑，死吧！哪来的毛贼？哼！啊！别！劲儿大了，没控制住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徒弟苗子，太可惜了。好不容易来个徒弟，就这么死了。我这变强之路怎么这么坎坷？师父，看他的面相，好像是红海城江家的天才圣子。啊？天才圣子？发现收徒人选，请宿主尽快赶往红海城，人选正在城中。诶？这红海城天才圣子都死了？是系统搞错了？去一趟红海城再说。老师的名牌，为师出去游历，好生修炼。是。红海城距离数百里，幸好我现已结丹，可日行千里。江雅玉，圣子已经炼会法天象地，宛若神明。像你这种浪费家族资源的人不配活着。斩！雅玉，别反抗了，圣子是家主的儿子，任凭你天赋再高也无济于事。看在同族的份上，自废经脉，滚出江家。江登天偷吃金丹耍诈，你们是瞎吗？你胆大包天，敢直呼圣子的大名，反天了！来人接阵，把他给我剁成肉末。都是同族，别怪我们了。别废话了，起阵！住手！什么人？敢在江家撒野？在下雷布斯。雷布斯，雷霆宗的人。像你们这种末流小卒，竟一眼认出了我的身份。啊，不知雷公子有何贵干？他多少钱卖给我？这条雷戟能让我更进一步。剁成肉末多可惜，卖给我，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。既然雷公子都如此开口了，那我岂有拒绝之理呀？前有圣子领悟神通，再加上雷霆宗的庇护，从此红海城由我江家说了算了。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得到任何东西。住口！速速跟随雷公子回去，为我江家做最后的贡献。哼，想跑？还不快把雷戟交出来！这就是被系统选中的徒儿吗？哇，好惨啊！正好省得我动手了。那边的那小子，把他的雷戟抽出来，给老子呈上来！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雅玉。名字挺不错，你可想要活下去？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活着就是奢望。那好，
你现在拜我为师，我让你活下去。雅韵，拜见师尊。哪来的胡说话的毛头小子，没听见雷大人的话吗？赶紧呈上来。雷公子，这人我认识，是天眼宗的风斗张逸剑，天生无灵根，废物一枚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天眼宗的招牌风主张逸剑啊。雷公子放心，既然是废物，那就成为我江家崛起路上的大脚石吧。我亲自去取雷吉，有些不长眼的被误杀，就只能对不起了。师父，我还能使用一次雷电之力，我们一起走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翻云掌。师父，这招翻云掌是江家绝学啊，不可硬扛。看为师的，什么才叫翻云掌？无极手雷火破。看来天王老子没时间来救我们，咱们师徒只能自己救自己了。啊，师尊原来这么强啊。哎，是谁说他是废物的？他一招秒掉了主事长老，哪里像是废物？雕虫小技，阁下，雷脊是我突破的关键，让出来吧，以后我雷布斯罩着你。好，让我当小弟，我可是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。哼，用夜暗雷，给我死！好，让我当小弟，我可是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。哼，用夜暗雷，给我死！聒噪，跳梁小丑罢了。什么？这就是雷霆宗的雷法吗？太逆天了吧！哼，那小子敢跟雷公子作对，真是不长眼，恐怕尸骨无存了吧。喂，我还没死，你们就开始跪舔了？啊，天哪，他竟然没事啊。怎么可能？这种恐怖的雷法，他怎么躲过去的？小子，难怪你这么嚣张，看来我低估你了呀。你在这里休息，我先去跟他玩玩，再带你回师门。师父小心。大言不惭，刚才我只用了五成修为，这次我可不会留手了。什么？哇，怎么可能？现在知道谁才是大言不惭了吧？福儿，走，随为师回家。是。真是花了，他真的是那个废物张逸剑吗？他就是张逸剑，看来传闻都不可靠。如果他是废物，那我们不就是废渣了？这以后就是你家了。玉荣，我给你带了个师妹回来，快来迎接。师父，您又收新徒弟了？怎么了，师父？奇怪，我堆在这的垃圾哪里去了？今晚还得靠他们添柴火呢。不知道呀。师父别误会，我作为您的徒儿，收拾点功法和法宝很合理吧？合理。对了，我刚收个新徒弟，还没送见面礼呢。小韵，你拥有雷脊天赋，这本功法正好合适你，拿去修炼吧。这是神奇功法。我得到师父传承时也是和你一样的表情。好好修炼，区区神奇功法堪堪给你入门而已啦。天哪，师父你是神仙吧？啊哈哈，徒儿你可真会开玩笑。什么？张逸剑以一人之力秒杀了雷布斯？没错，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，绝不会有误。雷布斯乃筑基大圆满，一时半步结丹，
如此轻易就被张逸剑抹杀，那张逸剑岂不是结丹了吗？奇怪，难道之前张逸剑在扮猪吃虎，故意藏拙？哎，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雷布斯是雷霆宗的天父弟子，他这么死掉，恐怕雷霆宗不会善罢甘休。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如果雷霆宗来报仇，我们也要全力保下张逸剑。力保？没错，张峰主如此年轻就已是结丹强者，前途无量。如果他肯为天眼宗效力，天眼宗一定会重新成为一流宗门。宗主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赞成。雷海，给我滚出来。这么快就找来了，走出去看看。雷海，你天眼宗弟子滥杀无辜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步入魔道与正派为敌？是雷霆宗的枯木长老。枯木长老，此事我也是刚听说，您消消气，还请殿内一叙。枯木长老，这件事我天眼宗愿做出赔偿。哼，过早，一刻钟我要见到纳斯的人头。看来雷霆宗这是准备死咬张逸剑不放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张逸剑是我的宗主，岂是你说教就教的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赤龙秘法开，天眼宗便从修仙界出名。竟然敢欺我！好强卫士！宗主，这老家伙实力不凡，我们恐怕挡不住了。雷海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张逸剑交出来，否则徒弟满门。可恶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宗主，把张逸剑交出去吧。老头，你是在找我吗？就是张逸剑，这么年轻的峰主。老头，你如此大动干戈，该不会就是为了夸我吧？哼，不知死活，看招！注意，他竟是金丹强者。扫兴，还以为你有多强，果然如传言一样废物。不好，张逸剑不会死了吧？哎，真是头疼，发型差点被打乱了。竟然没死，帮我查下那老东西的具体修为。正在检测地方修为。居然是金丹中期，比我高出一截，有点棘手啊。徒弟修炼中，宿主可在五秒后获得修为反馈。哼，不过没关系，再拖延一下就好了。小子，老夫最喜欢看蝼蚁死前的挣扎，越反抗越兴奋。草香，小心反派死于话多。哼，那就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老夫的拳头硬。徒弟修炼完毕，宿主可提取修炼反馈。很好，系统给我修炼返还。修炼灵气千倍返还中。这小子用了什么秘法？奇迹竟然在临阵爆炸！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中期。长老，长老，你没事吧？他竟然突破金丹中期了，而且还将同境界的枯木长老一击重伤。哇，徒儿给力啊，修炼积攒了不少灵气，回去可得好好宠爱你们一番。小子还懂得隐藏修为，你有资格让我正视你了。老东西，嘴硬可救不了你这把老骨头。小子
该不会以为自己无敌了吧？我雷霆宗有的是办法对付你。剑来！这是雷霆宗的天魔剑。听闻天魔剑是雷霆宗至宝，可诛杀元婴期老怪，没想到出现在了这里。张一剑，这次我看你还不死！就这破玩意儿，用来烧火的烧不完。年轻人，下辈子记得别再这么狂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雷布斯，我已经给你报了。哎呀，出手重，没给你求我的机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竟躲过了天魔剑。胡木长老死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欢迎上门挑衅，我会下手轻一点。喂，快跑！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妖孽？不但躲过了天魔剑，还能空出手来击杀枯木长老。雷宗主，多谢你的庇护，感激不尽。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张峰主，你隐藏可真深呐，竟然已是金丹中期修为了。我也不是故意隐瞒，实属情况特殊。你是个人才，我决定给你开启进入玄法阁的资格。玄法阁？玄法阁可是天眼宗的法器收藏地，里面全都是天级宝物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的。没错，但我破例一次让你进去挑选一件天级法器。哇，天级法器都送，宗主也太豪爽了吧。我在宗门十三载也没进入过玄法阁，更别说送天级法器了。天级法器很强吗？那是当然，法器分为玄、地、天、王、圣、神几个等级，天级拿出来可以作为镇宗至宝了。哦，那我不需要，我家里当柴火的神器法器都用不完，要添几个吗？又没地方放了。什么？白送的天级法器都不要？脑袋坏掉了吧？多谢宗主你的厚爱，那现在我要回去睡觉了。什么鬼？这里的石阶怎么缺了一块？这是刚才战斗被波及到的。啊，原来是被我弄的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修复它。嗨，嘿嘿，好了。刚才掏出的那块石头为何有种神异的气息？是啊，好强的压迫感，这气息竟让我有些浑身发抖。宗主，你先回去了，告辞。神级法器的气息啊！啊，不会吧？那小子用神级法器补地砖。哥们，我回来了。神呢？是一荣的声音。哥们，我回来了。是一荣的声音。一荣，我去，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我要不行了。我也是，快忍不住了。原来是在修炼啊，白担心一场。师父请留步。师父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还请师父成全。嗯，什么事？请师父准许我下山回家一趟。就这事？快起来吧，想回就回，我这里又不是牢狱，不会限制你们自由的。谢师父。嗯，刚好最近闲来无事，明日我陪你一起下山吧。下山转转，试试系统触发新的收徒任务。这不方便吗？我是从家里逃婚出来的，加入天眼宗也是为了不再被人欺负。有师父在，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所以一荣很荣幸师父能陪我一起回家。这就对了嘛，今夜你好好休息，明日我们下山。
是。啊，美好的一天从早起开始。每日夜抽的时间到。啊，真讨厌，又到了抽奖时间。恭喜宿主获得神奇宝器傀儡纸人，可随机召唤出高于宿主实力的强者，每日一次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又是神奇啊。没意思没意思，这破抽奖系统一点心意也没有，还是去找我美丽的大徒儿玩耍吧。哎，易容，你起得这么早？嗯，师父，我们出发吧。 Let's go， 出发。易容，和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吧。是，师父。赵老头，还不快出来迎接我们曹公子。曹公子，小女逃婚我也拦不住呀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哼，我曹勇看上的女人你给放跑了，此事不找你找谁？你想怎样？哼，当然是用你的命来抵了。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开玩笑？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我曹勇会跟蝼蚁开玩笑？曹勇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只要老子高兴，老子爱欺负谁就欺负谁。奉曹家地盘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跪下。兄弟们冲啊，踏平赵家，保护家主。女人要命，老废物在爷爷们面前也班门弄斧。会几招末流功法就以为能挡得住我了？曹睿，滚吧。呵呵，你这老东西还敢反抗。嘿嘿，那我就一刀一刀慢慢的送你送我。放开我爹。赵一荣，女儿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快走啊！爹，他们竟然将你伤得这么重。我伤不要紧，你快走。赵小姐，你私自逃婚就没想过后果吗？不过只要你乖乖地跟本公子回去，本公子倒是可以既往不咎，放你赵家一条生路。死开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你敢打我？来人，把他们全废了。是。我看谁敢，我可是天眼宗弟子，看谁敢动我。天眼宗是那个给我提鞋都不配的宗门吗？哦，心如我徒儿，再蔑视我天眼宗，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少爷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可是曹家下一任的家主，你敢动我？曹家算什么东西，只配闻小爷的屁？我曹家可是雷霆宗在世俗的三大家族之一，识相的快放了我，跪下磕个响头，否则我让你知道雷霆宗的厉害。说的不错，下次别说了。好好好，你完了。现在雷霆宗的不传秘法治你。雷霆宗，要请救我。何人？何等小辈，胆敢唤我？枯木长老后辈曹勇，跪请萧长老。怎么是他？我家的枯木老祖呢？哦，枯木长老后辈，为何唤我？这个蝼蚁践踏雷霆宗神威，请萧长老做主。王王，哪来的蝼蚁？叫什么名字？天眼宗张义剑。天眼宗。
没想到天眼宗害我雷布斯师弟在这里遇到了天眼宗小辈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。哼，那个叫什么雷布斯是我杀的，还有叫枯木的老头也是。什么？枯木老祖被你杀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老祖可是雷霆宗排名前十的存在。枯木啊枯木，没有了你的庇护，敌对家族不得把我曹家吃了。哎，看来只能割肉了。请萧长老斩杀此獠，我曹家愿奉天机秘籍九霄御雷诀，并从此奉萧长老为祖。好，我现在就为曹家为枯木长老报仇。死吧。哎，上次枯木来报仇被我斩杀，怎么你也想试试？我走。哼，嘴炮打得那么响，实力不够如此吗？哼，小瞧你了，但我杀你依旧和碾死臭虫一样简单。火天飞雷拳，给我死。这是神奇功法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区区神奇功法而已，脑子多到能把你压死。不好，要拿出保命绝招了，纵地御雷遁。小子，做个交易如何？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现在这种话吗？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会有如此实力？报仇的滋味如何？还想继续？小子，敢得罪我们雷霆宗，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我死、怎么会这样？连萧老头都败了。我们赢了呀！胜利了！师父好强，我越来越崇拜他了。能追随在师父身边，真荣幸。现在，你可以继续请人来赴死了。张爷爷，张上仙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小人一马吧。放过你，给我一个理由。我把曹家一半家产分给赵家，如何？曹家全部的家产，你以后便是赵家家奴，你可愿意？给宝贝徒儿解决后顾之忧，他努力修炼，我才会变得更强。家奴？我可是曹家大曹家什么？曹家大少爷。赵家大家奴。做过那么多坏事，被发现就完了。啊啊啊、快跑！跑什么跑？回来扶他去治伤。尔等今后要帮助百姓，乐于助人，谁敢为非作歹，绝不轻饶。是是是。张上仙，今日多亏上仙出手相助，我赵家感激不尽啊。家主客气了，叫我张峰主就可以。一荣是我徒弟，这件事举手之劳。可恶，雷霆宗接连损失三位长老，简直荒唐。宗主，我派人查过，斩杀三位长老的都是同一个人。什么同一人？天眼宗第六峰峰主张义剑。又是天眼宗，要踏平这个烂宗门。峰主，直接踏平对我宗名声不利，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清玄子，何为两全其美？一个月后天下武道大会在我们雷霆宗举办，天眼宗来的人就别想活着回去。你的意思是在大会上不仅杀掉张义剑，还要对天眼宗长老动手吗？没错，只要拿下天眼宗长老，天眼宗便会成为我们的后花园了。好，就按照清玄子的计策办。哪来的孽畜，胆敢！哪来的孽畜，胆敢进城！
休想在城中作乱！快追！让他跑了！可恶！城主下令缉拿这妖兽，我可不能拖后腿。哎呀，张上仙呐，大人不言谢，我先干为敬，你随意啊。家主太客气了，干。师父今日辛苦了，这是我父亲特地为师父摆的宴席，师父可要多喝点哦。对啊，师父多喝一些。哎呀，张上仙，赵某再敬你一杯。不能再喝了。师父这酒量是真不行啊。有女儿，快扶张上仙到客房休息。好的，父亲，我也来帮忙。师父好重，累死我了。嘘，小声些，别吵到师父。我们走吧。走，我们继续。干杯，干杯。师妹救我。酒，我要喝酒。糟了，师父醉得完全不省人事了。妖兽，这里怎么会出现妖兽？糟了，他好像盯上我们了。保护师父，小心！这只妖兽目测三阶实力，不可大意，全力保护师父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乱闯府邸，受死！不好，他闯师傅去了。师傅酒醉还没醒，绝不能让他伤害师傅。好、神级符箓。啊！天哪，神级符箓乃绝世之宝，就这么用了？好奢侈，好残暴，好羡慕啊！一定是上仙。还好我从师父那里拿了一张神级符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好了，遇见两位上仙，我们有救了。宋和拜见两位上仙，上仙斩杀妖兽之姿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宋某折服。上仙？我们可不是上仙。两位上仙谦虚了，刚才上仙为救那位凡人展现出惊人实力，却为上仙无疑。什么凡人？他是我们师父。没错。师父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启禀师父，刚才有妖兽偷袭，我已经用您赐予的神级符箓将他斩杀。这个男人竟然真是上仙的师父，那张神级符箓居然也是他赐予的，果然人不可貌相啊。喂，你是谁？回上仙，我是城主手下宋和，奉命驱逐作乱妖兽。城主不认识。不知上仙们可否随我去一趟城主府，最近妖兽作乱频繁，城主深受其扰，恳请三位上仙出手相助。最近城外有五阶妖兽作祟，城主为此担忧不已，如果有上仙出手帮忙，那就不足畏惧了。丁，发现新收徒人选，城主，请宿主尽快完成收徒。这个城主居然是我的新徒弟。上仙，百姓需要您，希望您能出手相助。好，带我去见城主吧。好的，多谢上仙。启禀城主，我们派出的百人小队围剿那只妖兽，无一生还。这已经第三次围剿失败了，五阶妖兽实力不可小觑。城主大人，还是放弃围剿吧。混账！否
放任五阶妖兽在城外游荡，你知道会有多少百姓丢掉性命吗？可是我们打不过那妖兽，无力围剿，难道还要用命去填吗？对啊，那和放任妖兽袭击人有什么区别？可恶，就是因为我父亲死在那妖兽的手上，我才草草继位。如今我既不能为父报仇，也无法造福百姓，可恨。城主大人，城主大人，我给您带帮手来了。嗯，宋和。宋和，你带什么帮手来了？帮手？你身后那几个小屁孩？放肆，休得对上仙无礼。都住口。宋和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回禀城主，我今晚追杀妖兽时见到上仙的两位徒弟大显神威，将那妖兽一击抹杀，所以我特意邀请上仙前来帮助击杀五阶妖兽。就凭他们几个小毛孩而已？宋和，你太吹捧了。你们真的能斩杀五阶妖兽？区区五阶妖兽我一个人就够了。敢问你是何修为？金丹。区区金丹也敢说猎杀五阶妖兽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。哼，大言不惭，我们派出的金丹修士不下五人，可都全死在了这妖兽手上。唉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五阶妖兽不是金丹可以对付的，你去也是白白丢了性命。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我赢了你就拜我为师，输了我就任你处置。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可以接下赌约，但你必须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。没问题。方长老，你和他切磋一下，如果你输了我就接下赌约。是城主。小女孩接招吧。混元群雄变，不依旧是什么？哟，金丹中期，有点意思了。而敢辱我，裂空混元营，大逆不道！你这本事，并且辱我，我要你死！给我死啊！太厉害了！怎么会这样啊？简直小好我心娘，这也太惨了。是啊，站的是方长老吗？天哪，方长老被一招击败了。看他镇定的样子，或许真的可以斩杀妖兽。怎么样，我们的赌约敢接了吗？方长老的实力都扛不住五阶领域妖兽一击，你确定还要赌吗？区区五阶妖兽不在话下，七日后出发如何？五日后是日食，妖兽的实力会削弱一些，不如五日后出发。好，三日后出发。哈哈，这小子是不是听反了呀？这也太能装了。哼，太煎熬了，现在是三天后多好，看他被妖兽一招秒。我先回去准备一下，三日后我会准时赴约。三日后和现在去没区别啊，我不信他短短三日实力就能上升一个档次。徒儿们，我们走。是，师父。哎，我记得这就破烂里有一个功法来着，哪去了？师父平时对这些神级功法不是看都懒得看吗？是啊，该不会是师父要亲自教我们了吧？大小套路。这本功法可以帮助徒儿们快速突破修为，我也能再进一步，猎杀五阶妖兽不成问题。这本功法你们拿去好好修炼，会大有帮助。多谢师父。哇，是什么绝世功法？哇，师父，这功法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他需要采集阳气，在阴水中修炼。按图上画的，该不会我们一块儿？师父，反正你今日无事，陪我们一起修炼这功法如何？不行不行，男女有别。走吧，现在就去修炼。你们来真的啊？师傅，你脸都红了。这屋子今天有点热。师傅，反正你今日无事，陪我们一起修炼这功法如何？不行不行，
男女有别。走吧，现在就去修炼。啊，你们来真的啊？师傅，你脸都红了。是屋子今天有点热。师傅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开始了。好强的至阳之气，我要不行了。我也是，阳气让我感觉头皮发麻。叮，恭喜宿主徒弟修炼成功，触发千倍修为返还，宿主突破至金丹巅。师父，这个功法好霸道，一下子就突破了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突破了就好，为师甚是欣慰。城主啊，你还真信那个毛头小子呀？都这时辰了，他肯定不会来的，来了也是送死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哈哈，他还真来了呀。年少轻狂，不知好歹。我们已经锁定了妖兽位置，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别废话了，带我过去吧。好，跟我走吧。五阶妖兽就在前面，待会儿你独自过去，我们会在外围观察，如果有危险我们会立即支援。明白。我先行一步。这人真着急送死啊。我赌他撑不过一刻钟，不，撑不过十个呼吸。五阶妖兽在哪儿呢？警惕性还挺强。来得好。该我了。无极手。啊！我没看错吧？你小子伤到了五阶妖兽呢。我们那么多人，连近身都难，他竟然一击致命。还早呢，击杀这妖兽可没这么简单。被穿透了还不死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气急败坏了？给你个大宝贝，宝剑，我要发力喽！能在我的神剑下存活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，到此结束了。重新克服我的情况。这就是领域吗？实力又暴涨了不少。玉佩加攻速，有趣。既然如此，给大家看个好玩的。妖孽受死！妖孽受死！哎呀，好可怜，好残暴。赢了！真的赢了！跟做梦一样，他竟然真的是个强者，哦不，是个上仙。五阶妖兽已经解决，诸位不用再担心了。我等不知上仙莅临本地，如有冒犯，请上仙原谅。起来吧。是上仙。真主，我赢了妖兽，你可得愿赌服输呢。这个强者，该不会真的收我为徒吧？上仙实力了得，能拜他为师，城主您是获得大机缘了呀。城主快拜师吧。张巧，拜见师父。丁，
恭喜宿主收第三位徒弟成功，奖励收徒大礼包一份。诶，还有大礼包？啊，不过我不太需要，还是留给新徒儿吧。师父，这是？拜师礼。这金光。天哪，那该不会是神级功法吧？不止神级功法，好像还有一把神级武器。师父，这些真都是给我的吗 ？Yes。多谢师父，张巧感激不尽。跟我回天影宗吧，家里还有些破烂，或许你用得上。破烂？该不会是神级功法吧？师父对我这么好。我不和他一道回去，要回城安排一段时间，他会不会生气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？师父，我想回城里安顿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在天影宗见。是，师父。诸位，雷霆宗即将举办演武大会，他们点名了要让张毅剑去。此事不简单。莫非他们要对张峰主下手？还莫非什么？别拽词了，他可是我宗崛起的希望啊，张峰主不能去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张一剑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宗主，雷霆宗演武大会的事我已听说了，我觉得应该去。嗯，应该去。听闻演武大会后会开启圣域，我想带徒弟们去历练一番。不行，雷霆宗的复仇不是儿戏，我不同意。难道我留在天影宗，他们就不会报复？这……放心吧，我们自投罗网，在天下宗门面前，雷霆宗不会把我们怎么样。张峰主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参加这次的演武大会。你这雷杀阵法练得不怎么样啊？回宗主，只剩下最后一个环节，来人！把我们曹公子带过来。是。雷宗主，七玄子长老，张一剑把我打成废物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不要吵，我借一样你身上的东西。你的灵魂上残留张一剑的灵力，感谢我吧。用这种方式帮你报仇，将其纳入阵法内，阵法将自动锁定成一剑，到那时除非神级级别的破阵罗盘，否则雷兵雷将会永无止境地追杀阵中一切生物。令人高兴的是，待到演武大会那天，雷杀阵法会演变成九天无极雷杀阵，即便天眼宗老祖来了，也会和张一剑一块儿陨落。霸刀从远道而来，欢迎欢迎。小辈黄汉三奉家父之命参加演武大会，请多多关照。小三子都这么大了，快里面请吧。雷宗主，好久不见。如此盛世，我们没有迟到吧？如葛兄、韩兄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多谢捧场。听说最近天眼宗有些碍眼，要不要我去踏平他们山门呢？蝼蚁耳，不足为惧。说蝼蚁，蝼蚁就到了。雷破天，你如我宗门，当我听不见吧。蝼蚁耳，不足为惧。说蝼蚁，蝼蚁就到了。雷破天，你如我宗门，当我听不见吗？天眼宗老宗主已经仙逝，我如你又如何？雷霆宗死去的那三位长老弟子说的话，可比你这个宗主狠多了。谁给你的胆子跟我说话？该不会就是你连斩了我宗三位门人？正是在下。哪来的蝼蚁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天眼宗是没人了吗？哼，天眼宗派个油嘴滑舌的蝼蚁来，真是丢人，快点解散算了。哼，可不，
这种宗门真是毫无存在价值呢。宗主，我要为师父萧长老报仇。雷霆灭世剑，为家兄雷布斯报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厉害的掌法！区区蝼蚁怎么会拥有如此力量？难道是身怀天眼中的秘宝？雷宗主，想什么呢？要不要再派几个弟子来报仇啊？我现在困了，安排房间睡一觉。雷霆宗的人可以在门外排号等待。我要让你长眠于此。宗主，我宗是名门大派，不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宗门见识。这里人多，您对一个小辈出手，有损雷霆宗形象，先放他一马，晚上我自有办法对付。张道友，房间已安排好，请吧。这小子睡得真死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动手。九天无极雷煞阵起。雷捕诸将出来吧。好好享受杀戮的乐趣吧。这金光是星辰霓裳，神级防御圣衣，难怪他能接连斩杀我宗长老，原来是有此等法器傍身。宗主啊，我宗至宝封天符配合雷杀阵法，可令神级法宝短暂失去功效，但需有人贴在他身上啊。嘿，我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。只要把这符箓给他贴上，我今后便是副宗主了。如此良宵美景，我陪公子共赴巫山可好？哦，好漂亮的女人。公子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不如让我来你身边吧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用的美人计吗？不好，计划失败，雷部诸将围攻此寮，助此女成事。成了。果然是美人计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看来符箓生效了，没了神级法宝，蝼蚁依旧是蝼蚁。此地还有阵法，得找出阵影破解掉才行。他居然没死。不可能。雷煞阵法连结丹修士都能斩杀，他这蝼蚁为何能活？看本宗主的！我可是千年不敌，吃来了，退让三分。一群畜生也敢放肆！嗨，我宗圣兽，宗主，雷煞阵法他出不来。一群畜生也敢放肆！嗨！我宗圣兽，宗主，雷煞阵法他出不来，困死他！阵营应该就在附近，我来找找。这是八角罗盘吗？天哪，又是一个神级法宝！找到了！不好！阵眼被发现了，集中所有力量于阵眼，和他拼了！神将将士，来不参拜。小气，放肆！就这，阵眼破，
顺爷，总算是见到你了。哼，可恶，这都杀不死他。宗主，此子根本不是传闻中那么简单，我们被骗了。此子逆天，绝不能留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演武大会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们让他赢，带他进入小世界，就可以借助小世界里雷神殿的力量杀掉他，不留痕迹。宗主英明，我们走，别被他发现了。是。雷霆宗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终于要开始了，这次演武大会我黑星宗一定能进小世界。进小世界算什么呀？我的目标是找到雷神殿的那件东西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吗？是没睡好，被几个小人给惦记了。诸位，演武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进行比试分组，胜利者可获得进入小世界的资格。嗯，进入小世界的资格？这次的小世界是一座雷神宫殿，里面有一件遗失的神级兵器，演武大会是为了公平分配进入雷神宫殿寻找神级兵器的名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下面我宣布演武大会正式开始。第一场比试，天眼宗赵一荣对战霸刀宗黄汉三。师父，我好紧张啊。师父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。今日谁敢挡我，我屠谁。张毅剑之徒赵一荣，请多指教。你就是那个废物的徒弟，这么漂亮竟然跟在废物身边，可惜了。废物的徒弟能有多强啊？他要是能赢，我倒立吃翔。既然你来送死，那就看刀。不好！这怎么回事？狂汉三竟然被那废物的徒弟打败了。第一场，天眼宗赵一荣胜。师父，我赢了。我就知道你能行的。下一场，张毅剑对战孟姜。接下来该为师出场了。我投降，我认输。哈，我去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哼，我故意安排投降，等进入小世界再让你好看。接下来，寒山对战古勇，诸葛云凡对战刘凤，江雅玉对战紫云。师父，这次您带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任务要交代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带你们历练历练，修为虽然重要，但实战更重要。可恶，我竟然输了。角逐结束，这次的胜出者是。接下来，寒山对战古勇，诸葛云凡对战刘凤，江雅玉对战紫云。角逐结束，这次的胜出者是张毅剑、赵一荣、江雅玉、寒山、赵孔云、孔华、诸葛云凡、秦山、信和帅。作为主办方，我和清玄子获得免赛入围名额，代表雷霆宗进入小世界。免赛？真不要脸。那么接下来小世界开启。凡入围者需在一刻钟内进入。哎，快进去。里面的神兵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抢走。走，我们也进去。是。
雷神殿一共分八层，前三层已经探索过，没有发现神兵。很好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只要拿到神兵，我黑星宗立马能变成一流宗门。啊！什么情况？抓紧我！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摔的有点痛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哟，来新客人了。啊，师父，这里竟然有活人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师带你们过来，就是打算历练你们。现在考验来了，去吧，让为师看看你们的能力。啊，师父，竟然将女人推上来挡刀，真是个废物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师父。师父，那种废物也配做师父，真是可笑。住口，不许侮辱我师父。可恶，那家伙好强，他到底是谁？天鹅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师父。哼，一个废物带两个傻徒弟，真有意思。众将听令，杀掉所有闯入雷神殿者。杀！既然师父要历练我们，那就不能给师父丢脸。嗯，给师父看看我们的修炼成果。闪电！竟然能斩杀我的强兵，这两个女人有点实力。他们实力不弱，不能强攻。所有人听我命令，立阵。是。阵法已成，给我上。是。花马过来吧。可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什么防御阵。此阵内还未有一人生还过，乖乖受死吧！师妹，我们必须先破阵，不然会被拖死的。哼，凡是闯入雷电者，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。唉，还是血液不精啊。看来得给你们再加加油。等等，那些是什么法器？怎么全都散发出神奇的威压？快接好。一次无谓的挣扎了，去死吧！哈！啊！都给我滚开！他们竟然杀掉了我的所有将士，这怎么可能？是我小看你们了，我来亲自取你们向上首级，我留下陪葬吧。算别抱着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一层中挣扎，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击毁了年轻热情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城，背负不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你的一段。
修仙路上孤单，心里无奈无限，想把激动的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从此不再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相信自己，命运转瞬之间，星空光辉耀眼，只要手足手完成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是否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带你与人乱。相比世界，勇敢面对天天，收徒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，冲破风向强大不断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熟悉新的命运，命运转瞬之间，激动光辉耀眼，只要手不手握着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是往前前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你与人乱。是我小看你们了，还亲自取你们向上首级，都给我下去陪葬吧！师妹小心，师姐！啊！不好，师姐快走！他手中的是什么武器？竟然比师父赐予的法器还厉害！啊！师父！哈哈哈哈哈！就这，堪一击！好图啊，你们的勇气让为师很欣慰。好好在一边休息一下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为师。什么？竟然都没死？喂，胆敢生我图啊，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？靠女人挡刀的废物也敢威胁我，找死！和我比速度，你还太嫩了。糟糕，师父该不会……不要啊！什么？这就是你速度的极致吗？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做到速度这么快的？游戏中这种操作叫不解释连招。可恶！居然当在做游戏！等等，我想起来我家里还有急事要处理，不如我们来个十年之约怎么样？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再大战300回合。嘿嘿，先稳住他，十年后你找都别想找到我。哈哈哈。十年？十年我可等不了，还是今天吧。可恶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大家一起死吧。哇，钢丝炮，快躲到我身后。师父，那是什么？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来看看。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注的地方是有宝藏吗？师父，要不我们照着地图找过去看看。是啊，去看看吧，师父。再好的地方都不如回家修炼，要不我们……哎呀，走吧，师父，就当是出来历练了。对啊，大不了当散步了。好吧，反正都要探索，就按照地图走吧。也许会有意外收获。哼，也不怕闪到舌头，还散步。宗主，你说这地图位置会不会……你是说神剑？宗主，这小子实力不弱，我们抢过来不容易呀。哼，开胃菜上完了，接下来该上点硬菜了。应该是往这边走吧，我有点路痴啊。有水声，好浓郁的灵气，
这灵气至少是外界的十倍不止吧。这样看来，我倒是有点期待这个藏宝地了。哥，要不要在这修？师父，你要不要也来修炼一下呀？是啊，师父快来，这池子灵气和玉女心经修炼出来的差不多。师父有些累了，你们好好修炼，我先休息一下。全池灵气浓郁，在里面修炼的速度能提高不少，等我突破，我的修为肯定能增强百倍不止。灵气在身体经脉穿梭，好舒服啊。宿主徒弟正在加速修炼中，修为反馈等待结算。来了，这次能反馈多少呢？靠，没有这金光护体，不成加勒比海盗了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加勒比？这个词儿是他们山沟沟骂人的话吗？我觉得是，应该是骂人的话。还有什么新招数尽管使出来吧。你早就发现我们了？那天晚上破阵的时候就发现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现在才戳穿我们？因为我想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奇招。宗主，我们成玩具了。别急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来吧，绝对实力。阿岁，我一成功力就能要你的命。宗主，秒了他，我去拿图。算别抱着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地层中挣扎，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机会了灵气，用这心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准备赴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他相信歌声不该一人这一段，修仙路上孤单心里无奈无限，是把激动决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不再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是新的姿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成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好伤心的曾不敢一人这一段，勇敢面对天天收徒到了，慢慢迎来新的考验，速度总是强大，不再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熟悉新的命运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敢一人这一段，阿岁，我一成功力就能要你的命。宗主，秒了他，我去拿图。你不是要拿图吗？
我以魂魄之灵召集天雷破法，九曜神雷。就这神雷怎么？你这么喜欢这雷？还你！啊！看来我得拿出点压箱底的招式了。雷符可助我快速突破，我是不会输的。哦，是吗？给我破！今天我们就比比谁突破的更快更强。徒弟修炼结算完成，修为万倍返还中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也突破了！完了，此子是个妖孽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我绝不能输！还敢多嘴！我真的输了，宗主。这就跑了？算了，他们已经得到教训，如果还敢再来，我必屠之。师父，我突破到筑基中期了，我也突破了。不错，为师这趟没白带你们来。把衣服烘干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好。这里应该就是第六层了。大家仔细搜索，别放过任何神界的痕迹。是。什么声音？诸葛长老，怎么了？有东西。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给我出来！这是……好像是诸葛云凡的声音。师父，我有点害怕。前面是必经之路，我们还去不去啊？当然去，你们跟紧点。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啊，怎么没有人？这里的气息很奇怪。小心！万小心，这里肯定有异兽。师父，你看那边，是诸葛云凡他们。救命！没用的，他们肯定也会死在这儿。你们是第一个能逃脱我陷阱的人。好丑的蜘蛛！你要拦着我就去了。我们玩个游戏如何？如果你赢了，我放所有人过去。什么游戏？你去救那几个被绑的人，一刻钟以内救下，我立马放行。小子，你别过来！那只异兽至少六阶修为，渡劫一下无敌。成交，放我过来吧。放心，放心。师父，一下子就死了，这和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是，抱歉，让你失望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师父没事，太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是如何挣脱的？算给高知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地层中挣扎渴望奇迹出现，
偶然机会了你情不就心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手我成飞赴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命运这一段。修仙路上孤单，心里无奈无限，把激动的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不退不退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是新的天涯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胸怀，成飞不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燃一身暖。相比世界，勇敢面对天天，修途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，冲破风向强大，不再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熟悉新的命运，命运转瞬之间，西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修为，成飞不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敢于人生短，一下子就死了，这和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是，抱歉让你失望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师傅没事，太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是如何挣脱的？有趣，百年来从未如此有趣过了。游戏我赢了，按照约定，放行吧。愿赌服输，里面请。真的可以走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是是是。想走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张道友，今日多谢你相救。我只是不愿和那异兽纠缠。玩个游戏而已，别以为我是真想救你。是是是，长老，这小子真嚣张，要不要找机会做了他？先别乱动，见机行事。师父，没路了，可地图上分明标注是有路的。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这好像是个钥匙孔，可是钥匙在哪儿呢？大家都去找找，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散落的钥匙。是。走，我们也去找找。搜仔细点，别遗漏了。是，长老。怎么了，长老？没事，好像有蚊子。师傅，到处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什么钥匙啊。我们这边也没有。奇怪，有钥匙孔就肯定有钥匙，会在哪儿呢？雷电每一层都有守护者，没准钥匙就在守护者那里。你是说外面的那只人面蜘蛛？没错。你们留在此地，我去会一会他。师傅你小心啊。放心，我会速战速决的。怎么回事？好多蜘蛛，从哪冒出来的？花儿，这一层的钥匙是不是在你的身上？你还是回来了。想要钥匙我可以给你，但还得玩两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死亡游戏。这个游戏我玩了100年，无人能赢我。你是第一个让我兴奋的人类。说吧，怎么玩？
我不打算先杀你，所以游戏第一场，无你能否救下自己徒弟？不好！离我远点，我远点！乔蜘蛛，快滚开！救命！可恶，我们中计了！师姐别怕，这些小蜘蛛虽然多，但攻击力不强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小心！去死！别过来！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攻击我？可恶！我们被包围了！住手！闪开！这家伙居然这么强！伤害我的无碍，以我的形神俱灭！算别告知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几年越见，在底层中挣扎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击碎了灵气热情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疾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成为负再翻翻，希望是我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命运这一段，修仙路上孤单，心里无奈无限，想把激动决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从此不再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是心在发，命运转瞬之间，疾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住守卫成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是否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你这一段，相信世界，勇敢面对天天，修途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，冲破梦想强大，不再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守护新的命运，命运转瞬之间，疾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飞速再翻翻，希望是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命运这一段，可恶，我们被包围了！住手！闪开！这家伙居然这么强！伤害我的无碍，以我的形神俱灭！你们没受伤吧？师父放心，我们都很好。师父真是太帅了，好喜欢。这一次的游戏越来越精彩了。各位小心。哇。
就是你想要的钥匙。游戏第三场很简单，钥匙抢夺战，你赢了，钥匙拿去，输了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师父小心有诈。放心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花里胡哨都是徒劳。真有意思，看来赢两局已经让你认不清自己了。你在我眼中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，还敢跟我叫板？百年来我杀人无数，不乏你这种桀骜之辈。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居然躲过去了，这点三角猫手段也想杀我，痴心妄想。无极手，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给人类？你死吧！师父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赢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早就安排了棋子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什么？他居然有神级防御衣！这不可能！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那种垃圾伤不到为师。走，为师带你们进入第七层。好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好。第七层的门已经打开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去。快，抓紧时间呐。第七层竟然别有洞天。附近发现收徒新人选孟琪，请宿主尽快完成收徒。奇怪，这里面竟然也有收徒人选啊！什么东西？请神祭神，万灵复生。新收徒目标出现，是他？哪来不长眼的，连献祭队伍都敢拦？你们是要把那小姑娘献祭给谁？此事与你无关，快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哦，此地气息很诡异，我感受到了很强的剑意。仙剑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仙剑就在此地，它是我的了。上天告知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一层中挣扎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击溃了灵气不觉心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疾风狂回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准备不该泛泛，希望曙光出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爱你人生光。
修仙路上孤单，幸运无奈无限。想把激动内心带来更多可能。不知不觉低头，勇敢面对挑战。每一步都坚定，走向新的璀璨。命运转瞬之间，星空光辉耀眼。只要守护手腕，成飞速再翻翻。希望星光前线，未来不再遥远。踏上新的征途，敢与人一段。向世界勇敢面对天天，殊途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。心中总是强大不算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熟悉新的命运。命运转瞬之间，心中光辉耀眼。只要守护手腕，成飞速再翻翻。希望星光瞬间，未来不再遥远。踏上新的征途，敢与人争端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请神祭神，万灵复生。新收徒目标出现。是他？哪来不长眼的，连献祭队伍都敢拦？你们是要把那小姑娘献祭给谁？此事与你无关，快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三个数，再不让开，死！这个小女孩和我有缘，放了她。大哥哥，别管我，他们是神的使者，你这样会死的。神的使者？小子，你是从外界来的吧？像你这种圣物，我杀了不止十个了。赶紧滚蛋，耽误了献祭时辰，你可负责不起。我再说一遍，和我有缘，放了她。一个外界的蝼蚁也敢如此狂妄，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蝼蚁。张嘴、啊、大哥哥打了使者，这下可惨了。你敢打我，杀了他。杀了，何之重、啊、这小子竟然有点实力，看来我得亲自出马。去啊，去吧。没你不要脸，那就给你来个痛啊！竟然用肉身撞散了我炼制十年的魂灵，找死！这不可能！大哥哥竟然杀了神明使者！小妹妹，哥哥救了你，你准备怎么报答呀？我是个孤儿，从小乞讨长大，什么都没有。以后跟着我，做我徒弟吧，让为师来照顾你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大哥哥要收我做徒弟？当然。太好了，谢谢师父。叮，恭喜宿主收徒成功。哦，对了，师父，你杀死使者，村里人肯定会告知神明的，还是快逃吧。你见过那个神明？没见过，但他的确存在，还赐予了村里人强大的力量。师父，地图显示目的地在第八层，我们得找到这一层的守护者才能过去。师父，我知道守护者在哪。剑神，祭品被人抢夺，还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。你有废，连祭品都保护不了，何用？剑奴何在？不在。去给我找抢走祭品的人，遇见后格杀勿论。是。以前我在山里迷路，无意间在这里见到过守护者。看，就在里面。师父，你看那边。荒郊野里怎么会有佛像？上面还有很浓的剑意。
什么？守护者身上有进入第八层的钥匙，去搜一下。奇怪，守护者怎么已经死了？难道有人借助仙灯？师父，钥匙没在尸体上。人参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啥？像是被控制了。可成。找到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何能耐，敢抢走我的祭品。就这？居然空手接住了。接住了，今天你得死。渡劫初期修为，这种修为倒是难得，不过我身为神级法器的化身，杀他如碾蝼蚁。那是什么？双眼高举，世界命运迎来转变，没有修为的他嘲笑欺凌人间，在底层中挣扎，渴望奇迹出现，偶然机会了力气，不决心再见，命运转瞬之间，奇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飞负再翻翻，希望曙光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该与人这一段。修仙路上孤单，心里无奈无限，把地方在心带来更多可能，不退不退地走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每一步都坚定，都是心的璀璨，命运转瞬之间，奇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飞负再翻翻，希望希望呈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敢与这一段。相比世界，勇敢面对天天，守护道路漫漫，迎来新的考验，冲破风险，强大不再受人欺凌，用自己力量守护新的命运，命运转瞬之间，奇风光辉耀眼，只要守护守卫成飞负再翻翻，希望希望实现，未来不再遥远，踏上新的征途，敢与人一段。